国会风云带您掌握立法院的最新消息，那我赶快带您来看到立法院的冲突现场。那么还记得吗？上周四的选罢法修法呢，最后呢是无疾而终，但是今天星期一，那么在内政委员会再战，那么国民党立委原定呢是一早6点呢就要来做这个甲级动员来做集结，没想到民进党5点就到了，那么双方呢就在7点开门之后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一起带您看看这肢体冲突的画面。好，可以看到呢，其实这个冲突场面不止一波。那么后来可以看到呢，除了这个民进党立委林楚英跟国民党立委王宏威两个人有动手的争执之外，可以看到后来呢，包括后来一波的推挤冲突，还有这个国民党被称作为保博士的葛如君呢，也被架脖子卡在里面。那么这样子的场面呢，可以说是让很多人看了是吓了一大跳。只不过呢，这个议程都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先打成一团了。不过我们要带你看到的是，后来打成一团之后，一度连国父都被动到了，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带你看看这段画面。女立委打成一团之外，包括另一边国民党立委廖先祥跟民进党立委钟嘉宾也扭打成一团。而至于另外一边呢，民进党立委这赖慧媛跟国民党立委徐巧芯这边呢，也是另外一个战场，形成两边男女分开对决的状况。只不过可以看到呢，最无辜的恐怕是最后面的这个国父遗像了。整个国父遗像因为在推挤当中呢，是整个歪掉了。但是医师人员就担心这遗像如果掉下来打到人，这可不得了，所以赶紧的把这个国父遗像给拆下来，避免了有人来受伤。不过可以看到呢，这个冲突是一波一波的，稍待一会9点议事就要开始，预计还会有另外一波的冲突。不过现在看起来蓝绿双方呢，今天可以说是火气十足，为了选罢法修法呢，今天可以说是谁也不让谁，已经开始上演全武行了。以上是国会风云的最新现场。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